都要被刺扎到了。然后我们的打法是不要站在刺来的那一竖列上啊，艾瑞克，可能跟你之前打的不一样，就不要站在那一竖列上，等到那个火当的一声火放完，我们再走到竖列上，让团队容错更大。球，这个插件好吃内存。跑开人群，尽量回往回来走点，尽量往回来走点。有点疼的还是？没转阶段。哦，不对，七十转移，我的瞎了。我说地下怎么这么快？嘲讽 boss。喂，刚才谁教的？这个技能一样教啊。精灵可自然，精灵，然后只扭头打球，扭头打球，打骷髅打快，有去远程，准备转阶段。转阶段。往后躺退 ，PS 快容错还是高的。你看，现在不要站在那一竖列上，不要站在那一竖列上。OK， 对，然后我们往左边踢一下，这样就那么火放在旁边。最左边的放完，然后直接群奔过了之后，直接群奔，直接往最右边走。你们都别管，直接往最右边走。看不清的就去紫林等。给 boss 带回中场。大团尤其进远程也跟过来，不要在原地。左边往前出，鬼子去右上。OK， 穿过地刺打球，准备打球啊！打球，球打太慢了。鬼子去方块，然后炸弹的优先锤炸完之后，炸弹的优先去找 boss， 优先去穿球陷阱的去穿球。可以，其他不要踩炸弹，一定不要踩炸弹。人群有一个小心，人群一定不要踩炸弹。二炸，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我每波都这样打 ，boss 就很简单。嘲讽 boss， 谁谁走？把团先不要追，看斯诺当的血，球在后面，看好地刺，刺要来，要保护，给 Coco 保护老雪。很好，一会儿要去方块放锤，中了陷阱的去追，现在炸完之后 OK， 中了陷阱去穿，所有人去穿，好，转阶段了，看地刺，没关系，先走，在右边，在右边，不要站在那个树列上，很好，左边非常好，很好，不要站在那树列上，再说一遍，不要站在那树列上，看火，转阶段之后把呆子里站扶起来啊，转阶段之后OK，一样打 P2 怎么打这个阶段就怎么打，索连先出去，谁去个地方，大团不要过半场，准备穿地刺啊，目标改变，打球先看球，球打快，球打有点慢啊，这波嗜血不应该打这么慢的，
行。然后这波炸完是要穿地刺的，一定不要踩到啊！这波近战一定小心，不要踩到陷阱。踩到一定不要踩到，一定不要踩到。近战打不到就追，打不到就别追，打不到就出来发呆都行。炸！双炸了。没事没事，金 link 金 link 金 link。二炸。OK。两个 link 赶紧。最后一个。那个没问题没问题。打球，这波球还是要打的，锤子出去，这波球还是要打的，这波球还是要打的，看好地刺，看好地刺，看好地刺 ，OK， 打 boss， 打 boss， 打 boss， 穿过来打 boss， 炸弹往远放就行，这波炸弹不用穿，炸弹往远放就行，炸弹还是分散放，分的越散越好。但是不用穿炸，不用穿刺了，等刺过来，不要放在刺脸上。放炸小心。静静静，所有紧张起，所有紧张起，各捡起，冰箱无敌，打 boss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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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00k。嘲讽 boss。大饼回来，大饼回来，那个地方危险。啊。boss 真的蛮难呀、啊。